嘿啊，现在就得站上。他是学校的人呢，什么什么 academy。他们有穿广岛国际大学。广岛国际大学，他们还有印自己的衣服，怎么样？啊，好酸哦，大腿内侧超酸的，我拉一下，太酸了。这没有办法转角，嘿嘿。
哎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你的裤子是故意弄宽的吗？没有拉起来。力量比较。啊？啊，运动鞋。你都没看到啊，好热哦，太热哦，我脖子后面超热的，头发害的啊，头发很热，不是头发啊，是全身的，是头发。好了好了，九点四十第一了，好，坐椅子啊。哎呀，忘记做这件事了，哦，好烦哦。缝起来啊。对呀、啊。上次就说回家缝起来他了，因为他真的很烦。他就是会松开，讨厌。下午因为弄的绳子太短，很难抓。哎呦！很低，没有出去的时候很低，是他帮我们把椅子抓住，哦，对，让你不会 K 膝盖。你可以过去一点吗？你手为什么要举在？为什么要举在？因为刚好左边肩膀被撞到。哦，是啊。嗯。好热啊。嗯，我看这样，盯着这边看。哦。所以。撸进去那鞋板是要擦哪？擦路边啊，这边擦，这里很 free。就是这里，你看。哦妈，我太热了，我脖子后面超级热，那个马尾一把在我背后，好很热。哼哼。就是这边下，这样回不去了，这样，要爬这一小段走过来，再滑回去。嗯。嗯假设是回来，你觉得他是为了弄这一区，所以把那边的汤咖喱关掉啊？应该也不是吧。嗯。应该是那些就不签约了。嗯。因为你看哦，其实那些店家，也都不是常态型的菜。哦。然后就是一到了冬季，就请几个光读生。有抽一个还是老板自己来开、嗯、就这样，然后冬天下雪、啊、嗯，为什么没有云也会下雪啊？没有云的雪，不是下雪，是风吹过来的、哦、例如说那个没有云哪来的下雪、啊、好热哦，救命啊，树上飘下来的，
你看这里就有，可见你看树上的那些雪还是粉的，所以微风吹一吹就飘过来了，粉粉的，希望是。潘旭阳说：“小班真的不要穿外套，很热。”反正你讲了他也不会听。小班就说：“我怕冷。”一样啊，你们家族系列就是这样啊。你们从你奶奶开始。妈妈。就一样啊，其实我们家也一样，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啊。那不相信就不相信。然后每个人的判断力会逐渐的成长。不然你不觉得别人逼你吃饭也是吗？他觉得你会饿，那为什么不相信我自己判断，我自己不会饿？一样意思。那真的有鸟在住吗？你说那小屋子啊？做了两组。不止，很多，每一棵树都有。我只看到两组。那有后面都有，前面也有啊。那也不算多啊，没有到每棵都有。这棵也有。间隔都有，那后面那个高的也有。就是啊，它就是左边这样直直下来太斜的话，你看这个横的就是那种最不斜的路线。嗯，对啊。然后它会绕，它会绕到那个什么？这个好像根本没人在滑。你确定这是路吗？都是厚雪，这种厚度无法前进。没有，它挡住了。嗯，这个就是正规的，就是。这边右边这边也算 ski in ski out， 比如说他在那里把雪板放着往下撸，可以一路撸到那个缆车。嗯，这条路线是有的。嗯，那我们要走之前往下滑的路，还是要探超级缓，然后有到这边来的路？到这边来要干嘛？没有干嘛，就是超级缓，所以可以探过之后可以带你姐他们跑一次。好。那我们先来超级缓好了。好。反正热身呗。反正第一滑不求到。但是依照我自己的经验，我觉得联络道也是会怕的。哦，有时候联络道冲很快，是，我是因为速度而怕、就是。对啊，其实就是速度啊。然后你我觉得是那天嘎哭啦回来的时候冲超快，我超怕的。啊，那就还好吧。有啦，有那冲很快，很可怕哎、欸。很可怕。所以我们要走右边 是？你的意思是要走右边 是？嗯，这有右边吗？没有吧。没有吗？右边那不是路哦。哦，那不是路哦。不知道。通常是左边啊，哦，好，左边、欸，然后接着可以转折啊，接着转弯转去那边。我现在手有点太紧，那个绳子弄太短。嗨，六个人有一个教练，左边哪边？啊？左边就是探路，直直下就是我们上课的路。那所以你现在要直直下还是？还是直直下好了。哦。滑过的路比较不紧张。
是坐这个的吗？对啊，不知道他是跟他一起的那个。乗车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待機位置で2列にお並びください。有左脚膝盖有一点点感觉。乗り場位置に進み、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ストックは2本まとめて片手でお持ちになり。水が到着しましたら、水の中にお入りください。また、お一人でご乗車の場合は、中央に入ってください。ご乗車の場合は、原則で来ますので、お伺いします。不要再放先放放放。今天我想要挤一瓶。好吗？等一下，这里好低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其实这个棒棒还好哎。好啊，我觉得帮忙他们探路，我觉得不用探，因为这种刮的光光的那种线啊，在窄的时候会让人更害怕，但是在宽的时候就还好。窄的时候你就觉得刮刮刮。那去滑一次，说不定大家没滑联络道，联络道反而是松雪，他们滑起来比较紧张。滑一次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但是下午可能就会刮得更光，他们会不行。我觉得宽的面比较好。坐上去还要一阵子。是啊，好久了。很热，坐小班车很热，成为他们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现在应该没租好吧？嗯。怎样？我刚说啊，不要吓他，不要说血有点硬。干嘛？他们不会觉得血硬啊。你要跟小叮当比的话，就差不多而已。那是我们去白马滑过才会这样觉得。像这里，我就觉得。你觉得他们会紧张？连我都会有一点。因为这种那个速度是还，速度它会逐渐加快，但是我姿势很丑吗？还是你也没在看？就一般般啊。我脚丑，我有没有蹲着？好像没有。等一下就可以看了，我一直跟在后面。其实我们的票都放右左边，他也看不到。他有看到吗？不知道，而且我朝左，我没有朝前，我会转一转。我朝左啊。我给他转一转，我觉得朝前比较。因为他的人在右边。对啊。平常的人在左边。这样好了，又不是要赶路，朝自己都看得到的地方。好大方哦，给六日券。好大方，他本来那种住一天的啊，他也就让你花两天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就很大方啊。我鼻子有跑出来了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自己觉得会滑下来，没有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觉得好像蛮斜的、啊，而且你看左右那么短，然后对于初学者来讲，右半步是滑一次看看，不敢过去的。我知道我会滑，我只是解释给你听。右半步是不敢过去的，然后就只剩一半可以滑，那只剩一半减速效果有限，最后就会变成大巴子。不过大巴的话很安全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修正，是如果不大，如果我硬要左右转的话，我就觉得这有点恐怖。钻不进去啊！啊，谁钻不进去？这里面都有禁树林要出来的。啊！但是这中间这段进不去，这是从上面钻进去的。这不知道雪松不松？应该是松的，因为它直下，直下表示雪的阻力会可以阻止它。拿起来好了。好。欸、你看那边就都是雪，一直往下掉，树在下雪。好像很那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是要下去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好像这个比较危险，是华华看才觉得你要拍小雪人哦、喔。因为它比较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而且还有点快。不过严格讲，中间都有平的地方停下来，所以还好。它每加速一个地方，就有一个平的地方。地下街，所以你要去一样滑这里吗？不要好了。对啊，一样有斜度，会有一些大的面比较危险。小心！哇塞，他自己怎么飞出去了？他为什么刹不了车啊？我们挡在路上的关系是不是？也不是，是他无法控制，不要过去。Are you okay? Yeah, sorry. 他刚好路过你的板车，他没有把你踹到，你有看到？没有啊，对对。
要不把它剪个杖啊？不要不要。真的吗？对，它站起来就要花很久，我们先走吧。你怎么雪场不知道互相帮忙吗？Do you need help? Okay. 是他为什么会停不下来？没有，他是从比较陡的这条线，然后到很痛。你不要离我太近好不好？这我不知道我会刹车刹哪里去。哎，要走左边右边？好累。要走哪一边？当然是右边啊。哦，哎、啊，我卡住了。先走，我在后面刹的好累，我是大发在刹。这种面都直下就断了。等一下，好啊，拍个照。我看他们有没有回讯息呀、啊？有没有回讯息？没有回。还在做板子吧？嗯，应该还在忙。我觉得我的雪鞋可能还要再穿紧一点，因为我对板子的控制力不佳，扭不动。有棒棒哎、欸，那只能坐一边了。对，自动带的。好。自动带的。好。哎呦！是因为你的大腿。我知道啊，我爸就说他是那种。有棒棒就上来。比较恐怖，嗯，停不下来。嗯，对啊，我们看得到你是哪个雪道？嗯，我们不是两个雀儿都看得到吗？所以我们看的是这个正面吗？不会抖啊。你看，我们是从一堆人坐着的地方右边下来的。所以这段其实真的很不懂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下半部一点都不懂，上半部越来越懂。等一下我们会滑这个的上半部。然后一下来之后往右边走，然后中间有一个那个挑战区，有没有？一堆人在滑，变成快变成馒头人来去。
直下的那一些。平着不动，你拍拍照。我要穿把鞋子穿紧一点，我鞋子太松。我要拍拍照啊！你可以拍拍照的地方，我来穿啊。看你要不要躺进去啊？软吗？软吗？很硬欸。那是上面，侧边应该很软吧？你说这边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要躺？我觉得应该要鞋子脱掉躺欸，穿着鞋。脱下来。啊，那你等我，我也来。你看都没人，因为那些高手急着排队也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滑去步兵点来那一边，然后那边人就更少了。因为我鞋子太松了，看我一直觉得我对鞋子没有控制力，转不太到，转不太到我的板子。
对，太松。你说躺哦，我要那到时候有人躺过我要躺没有人躺过的，那两个人躺过。啊，那你等我啊，我还要移动哦，你不要太快。而且你站到那个沟里去好了，搞不好你一踩会很深哦，小心。不会不会，很好。要这一滴哦。好，开始录了。好凉，好舒服哦！不能躺太久，感冒。换你，换你。我不用啊。你不是说你也要？我的好皱，人家的也在扭动。没有，你有衣服的皱痕呢，你有没有？站着就晒了。好的。你鞋子扣你扣好。扣了，刚下来就先扣了。我们那时候就停在前面这边往下拍了，然后那时候太阳角度也差不多这样。啊，不拍哦。滑过去一点拍了。哦啊。不是这里滑吗？你这边是框住的啊，不是这边啊。我那边刚比较好。那这有，对啊，就是有一条线啊。走吧。OK。你先。爱先，你先啊，急急急。
呦，妈呀，是黑色的耶！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常常在滑那里呀、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前面后这是刚刚我拍的那里哦。哪里？我拍照那里哦。好，先插过去。
脚开始酸了，怎么办？有那种酸，知道越抖的坡就用力，用力就会酸。嗯、有酸，有酸，赶快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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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先他们下吧。啊。太多太多那边是云海，云海两个都不是哎、欸。那个是 Romantic Chair 是坐回来的，云海缆车应该是更右边那边。嗯。那个一车四个人的那个缆车。嗯。嗯。因为我们要去那么远才对。嗯。好、嗯。好、嗯。所以要努力跑啊。不然就没力啊！你小心点啊，后面直的在冲啊。对啊。啊？走啊！不要切进去嘛！
有一点坏的。我怕准备怎么样呗？他在忙，你就嘿，真的太冷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忘了一件事。我昨天他不是发了五个暖暖包吗？嗯。我忘了，我就想说啊，我应该带一个，一天用一个。有一招就是用橡皮筋暖暖包绑在后面，然后我就没想到，没想到第一天就这样，因为今天温度又不是很低啊。而且他应该要一直被太阳晒，然后怎么会冷到这种地步？好，我要再接再厉。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我的行动电源它不是开着的状态。哦。喂。喂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在做那个手机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就那个手朋友那边啊。哼，啊，周少宇也一起做，你们还在练习？我们才第一趟而已。现在才第一趟，怎么弄那么久？搞半。听不到。喂。我说就反正东西我还要把钱拿去放，因为他说他们那个拉克没有给。人家只包鞋子的，我很白痴，我应该跟他讲说我有选区，他就会给我拉客。不过我就在房间放。哦哦。对啊。最起码现在电梯不挤了。嗯。当然不挤，完全不挤，空的。当然。大家都出门啦。那你们？我们已经坐第四趟缆车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务兵平台。喂。应该网络不好。喂，我们要去务兵平台了。你要去务兵平台？啊，赶快去探。嗯。好。要去坐那个的。坐黄色的。包不是包起来的啊。哦。你们赶快练一练，明天滑过来就好了。当然了。嗯。好，赶快去。好。好，先扶他哈。好，拜拜。我觉得就是今天来没有让他们享受到北海道的雪质。哦，没有很软。对，不够软，并没有说前几天下雪，第四天才会享受到北海道的雪。前几天这几第一天，我觉得像直接都顶多像苗场，但是最起码没有变冰面了、啊，还可以。好了，我让我的 Git 回暖。哦，是没开电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刚刚就赶快给它开着，然后这个也没那么冰了，然后就赶快让它一直录啊。嗯。那越录就越热了。那我看的是下来，上面有好看吗？也还好。嗯。我们一人坐一边。
那是那个山中小屋吗？吃那个？对啊对啊，咖啡。哦。看要不要今天吃。所以你不跟他们一起吃？都可以啦。哦。没有没有特别限定要怎样。在这里啊。就算跟他们一起吃，也只会一起开始的、啊，可能不会一起结束。我忘记带券了、欸。那今天还是，今天我们去吃那个烧烤好了，不是烧烤，窑烤。哦，一起约吃窑烤。有要约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第一我们不知道几点，然后第二那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很挤。就是说我不限定时间嘞、欸，就是突然间觉得哎、欸、现在很松哎、欸，赶快就冲去。你要上网查。对对对。我觉得肚子饿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。我早上吃很饱。对。现在我要几点？我这样子录录录，那我现在再对一次好了。10:35，谁不敢下？你不敢下什么？这哪有什么你不敢下？你在上面拍的吗？对啊，你敢下、啊？这是上面拍的。对啊。但是这是你的，你站在下一个有局限的圈口，我站在前一个。因为你是平着拍，所以看不到下面是那种抖抖。没有，是你看不到，是白色，所以你看不到。你是说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很抖？很抖。其实那边就是就跟。我觉得如果我们是从一个路这样切过去，我该 OK。但是你叫我直下，我就是会怕。那个圆弧那个地方，像挖工吓死你。但是其实那个挖工刚下去的地方，好像也还好。就是第一步会错，对，挖工。但是我真的觉得手有费力，手就脚了，脚有开始费力，就完蛋了，想哦要酸的那个地方出来。今天滑的不应该要费力耶，后面这一趟有一点费力啊，有一点，没有，就是因为其实他你不需要，也不是你不需要，就是把身体放松一点的话，其实因为它的坡度不会让你速度快到很恐怖的时候，所以我只要稍稍的出一点点力，让它慢下来一点点，就还蛮轻松的。我还没办法，我现在脚都有用力。应该说，我觉得舒适的速度，你会觉得我一直越来越快，你跟不上吗？会吗？会吧。对啊，就是我现在习惯的速度比你高一点点。那、啊、你只是不习惯而已，但是你的控制力，但是就用了很多脚力去控制啊。对啊，脚很酸。你为了要维持时速20，所以我跟在你后面，我觉得脚酸死了。我不要跟你后面，明明。那你这样都不会帮我拍啊？有，我一开始有啊，一开始我要你帮我看动作。你在一个这么窄的路，给我弄那么慢，把我的脚酸死。那种这么窄的路，我没办法录。但是你那种宽的路，你要弄那么慢哈，我可以帮你弄。因为你那么宽的路，我可以走2倍的距离。但是刚刚是那个什么什么道，我才不要跟在你后面，很累，就是脚酸死了。你要带地图啊？嗯。那你不如开 app。快到了，跟我讲一声。应该还很远。这是蓝色哎、欸。来来来看，桃台子。对啊，还不错。而且你有露脸，你看。嗯。你要帮你吗？我以后没有白白。我都嘛不露脸。哎呦！嗯，中间吃饭那个是妈妈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掉了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滑？我们要怎么滑？你打算怎么滑下来？你要滑下来嘛，对不对？沿着之前被带的路滑就对了啦。你说雾冰平台啊？雾冰平台接下来有一个联络道，超缓缓的，接下来就会回到教学道，我们教学的道。然后这里又超慢，
就是滑这一段完全没有练习的意味，就只是滑下来而已。会放，经常会捶，不要酸，无线电装哎呦，它这里流很凉。风朝这个下，对，它这里流。因为这个斜坡这样下。我看，再挤四五根柱子就到了。哦，好了，手吹一吹，最热的就是手。哎，耳朵耳压在调节嘞。有啊。有，我刚耳朵。动了一下，我有一下，你也有一下啦。耳压调节，头发我塞。为什么我的那个会刮到？哪里刮到？棒子啊。棒，哪里刮到？对啊。嗯，那就是你摔过啊。我哪有摔它？我是说，你之前滑的时候有摔倒吗？刮伤了。有可能。先拿两手好了，你不会马上穿嘛？看看风景再走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要看风景。是啊，是啊。可是我好怕哦。怕什么？走路很滑。哦。诶，那时候是岔在哪？好像那个有一个房子的外面，好像可能岔。诶，我们要走去务兵。所以一开始上去要往左边左转，他叫你用 app 是不是？啊 ？Smart Home Site 是 site 不是 app 吧？哦。昨天我扫那个也是只有出网站而已。这不就是这边吗？这就是啊。我们先看左边，然后接着才先看。哎，它做成那个了，应该比较好走耶。Yeah. 接下来去那边，因为要滑里面。我们先去右边，门还不能开，自动门了。下要跑楼梯去的吗？好走很多哎、欸，还有铺东西，好走很多。要刷清楚。不是，我是怕它
氮融合会害我代谢掉。不会融化。先往上走啊。啊，我不要往下走。嗯、那边回来，我们又会回到这。都可以。往上走是走楼梯吗？左边才是平台啊。好、啊。只能走回去啊。哦，不是走楼梯也可以上去。对啊，就是走楼梯的走、啊、走回去的意思。今天没有冰椅子哦，完全被埋进去了。哼，拍拍拍。哈、啊，是斜的，好烦哦。怎么走？之前也是斜的。怎么走？就这样走的。啊，好像有人铲成机。要滑的就简单，用走的实在很痛苦。走边边啊，反正那边有人那个。有人走？不是吧？有人走？没那么滑啦。真的吗？好了，没那么滑了。对啊。对，那么多重不重啊？我这里堆那么多重不重？这么多重？这个屋顶。你说怎样？堆这么多重不重？搞不好它很轻。我摸摸看。你踩得过去吗？应该把鞋跟先踩进去。哎呦。抽进去了。很硬哎、欸，很硬。那很重吧？抽不进去。确实很棒。你买车那个椅子，忘记了啦。再来一张。这样一直闪灯灯，我要拍照呢。滑得过去呀、啊！哦，要走回来要拿，好吧，算了。因为我走得很累。第三天再来哈。第三天再来滑那个，他说那是中级道。好像也要推的很多。啊？
我们就走了。
还有那是有人，那是可以滑的、哦，有好多线哦。那是解放 area 吧？解放 area 是刚那边啊。就是有带背装的人，他想滑哪里，到处都可以滑，没有说一定在哪里叫解放。有吧？到处都可以的。真的、嗯？对啊。好可怕啊、哦！等一下我再去看一下那个线有多少。中景小浪。应该可以的，风景不错、啊。还可以，看那个绿绿的人，姿势是不是跟我有点差不多？我是说，这样子的就已经可以滑了，只要能这样滑就好了。但它是山是斜的哦，它不是。对对对，往左边斜，这样哦。你害怕的话，就往右边回山。你看那个人也很慢，这个人的后座也很多，有没有？应该脚超低的、啊，他得低下蹲下去吧。对对对、欸，但是他比你松一点，他比你轻松一点。是吗？他也蹲很低耶、欸。没有，其实蹲低是对的。这些雪板是在思考吗？对，他们思考就去思考。不是不是，我跑得很累，但是。那能不能？你觉得呢？你要滑这边哦。不是，不是说滑。好害怕。因为来看这边的，你不懂。哦，小心。你离我远一点。嗯。有点我害怕。哦。知道了。一二。好，再来一张吧。下去了，你要选哪边？随便啊。那我们就滑第二天滑最多的上课道，东极道。好。就是下去，然后我看雪板走了没？你要走？我看雪板走还没走。会走的啦，还要休息一下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坐着休息一下？我们坐这。那也不要坐这啊。为什么？说不定很硬，躺不下去。很硬啊、喔！要顶几下弄个座位出来。我看到我的座位。我弄个别人的座位好了，不大好顶。哎，这个好坐，这个。我的腿，我的腿冰敷一下。高放，昨天是滑道吗？我的脚在冰敷，我要被冰敷大腿外侧。哎。滑下来耶，你跟我要坐这里啊，这里比较好坐。我现在在冰敷大腿，坐着就是冰敷哎。不是，我是外侧，为什么我要躺侧的？是因为我是外侧酸。那也不，这边也比较不会滑下来。我坐。Thank you 你，少赖啾。对嘛，真的是立不起来的嘛。粉雪，都粘不起来，这么干。啊，我的那个，没关系的，它湿湿的啦，然后票是纸的，有点烦。一直到你进室内为止都不会湿。我现在半边热，半边冷，右半边热，左半边冷。为什么？右边晒，左边不晒、啊。我
头大还是好，因为后脑勺有点冷，刚被风吹。下午我觉得一定会用到帽子。为什么？有人抓起来了耶！你抓雪球吗？又没了。不可能吧？啊，丢你哦！不要，不要。给我丢身上嘛！我丢一下。会痛吗？硬的。硬的。你给我偷摔石头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就像石头一样。不要了。往皮肤右侧。右边不够。哦，目前不懂啊？还要坐吗？啊、还要坐吗？还要坐？等一下，我们滑到那个休息站的时候，去喝一杯水哈。要吃最后一餐吗？这么早就吃，早餐吃很饱，下午再吃。我就车降会自己车到摔倒啊。
他们真的树种都不会长成树冰，树种的关系吧？不是种的关系，不够黏。我有一个洞啊，好危险！那像坟，这什么洞啊？这里的都黏不起来，很危险的。嗯。小孩子也要去了，好猛哦！那里也要拍？对啊，要去啊，还要坐着再休息一下，我走路这么累。
好，喂喂喂，你行前面，行前面，走走眼镜。唔系啊，我嚟。有人啊！我嚟呢度。系啦系啦，呢边都得啊。我靓宝执咗落嚟啊！一二三，哎，太快啊！自拍。当初就在这里掉了我的手帕、啊。帽子那个脸拿下来了，拍照比较好看。哦，我想要拿一张卫生纸擦一擦。擦哪里？擦我的面罩啊，抄袭。面罩？你起雾了吗？不是面罩，讲错了。面罩、欸，哎。面罩。什么叫面罩？都是我的水汽。拿下来眼睛会张不开。我眼睛不会拿下来，眼镜不要拿下来，眼镜不用拿，但是面罩。干嘛？我没有拿眼镜啊，我没有拿眼镜哎、欸，眼睛会瞎掉。我们旁边旁边，万一有人要拍拍，旁边没这里啊。说一个。我要拿一下。不用这么高。帮我拿。反正要蹲低才对。那我们坐着好了。还可以啊。没有啦，太低了啦。看一下，拿一下我的镜头。哦，很好。他用那个，哎、欸，夹出来了。嗯。夹出来了。用夹的好像不错，我想买一个给他们。我自己都很想玩。自己想要。好冷。没有，那次冷，好不好？真的要蹲低哦。你可以站起来吗？站起来就很高、啊，到最后要给你了。我的表情也不知道怎样。没有什么表情，笑就好了。这样怎么样？这样我也不知道，我没在看。看不到，我看不到的。Power Two 有啊有啊，好，要不要再来一张？当然多拍几张了。我脚好酸哦，我待要坐着。不拍脸，这样好吗？不知道，多拍几张就对了。回去自然会有一张就好了。那你要换个方向吗？随便啊，都好，就算是同方向的也。8-2米，我好像没有对很准。来瞧一下，好来。好。要拍两米的，拍不到。嗯。就拍。这样。没有啊。这样。你只要我一笔好吗？真的是哦，两种效果。他半身，好危险。半身。不要拍半身，拍全身。拍。拍不到后面。这样。拍不到后面。嗯。没有要拍的吗？你还要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要戴面罩。你还要？没有，我要戴面罩。这样的话拍到青蛙，但是有两。多努力睁一下眼睛。啊水。啊水。戴面罩。穿就罚看啊。终于上了。怎么终于上？他们开始滑了。他们上了，他们不知道，没有吧？哦，什么叫终于上了？东海那个花熊。爸爸，收好。不会，我又把那个又把什么东西落在这了。再擦一下，嗯，擦一下也好一点。嗯，没有洗，我光洗的。好、啊。
是啊，谢谢。我们有要坐下来休息吗？没有，就坐下来。哪里哪里坐？前面都椅子啊。那是人家咖啡厅的啦。啊？那是咖啡厅的啦。没差了。不要啦，不要。好，那你去那个雪碧那边。那边太……不然这边。这边比较滑，我要走那边算。对啊，当然走那边啊。我是说你要找地方，还不坐那边。我烧一趟，我也烧一趟。你要是滑那个小车比较好，那就坐。就准备下去了，又滑下去了。在家里边，但是还没上来的。你这鱼是主业，那不是给的干啥呀？我自己的。雪板要卡在我跟你中间了。什么雪板？那个雪板卡在我跟你中间了。他就插在那边放。亲一下，让你的讯息，不然每次拍照我点不到。我看这船上，他们真的有那个可以踩吗？也有啊。对啊，人家一看就看不出来，他说你也会怕。
就说你也会放，大家看不出这几种的画面。照片都拍不出来，因为我们后面就要掉下去了。你坐这里其实很危险。不危险，下面其实有个栏杆，而且我在坐之前我用拳头捶了一下，硬得要命。啊，这么甜。要走了吗？好，走哪？真的要喝水。我们这里有卖可能敲的、欸，啊？应该没有要，可能敲的。没有，没有。穿鞋子走 是, 不是？你要撸过去吗？还是要看你要撸过去还是要踩过去都可以，随便你选择。撸啊！撸啊！走路很累哎、欸。是啊。啊，是你是说现在的很多容易危险？也还好。不会啊，也是的。好，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。它的贴靠在我的身上。2 coffee, please. 2 cak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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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酸，为什么不是危险？危险？咦？没有，没有想到，我就是，我以为我会顺着，然后一下我就插进去。
我这样有点抖，就有点紧张，有点费力，我脚就有点酸，一开始都不会酸耶、欸、太可怕了，还是你刚刚那样？你想下来？你想试哦？刚刚那里下来啊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以为我们是坐缆车回去的。
脚是有点酸。啊？不会，因为很宽，很安心。那你回头看这一段。还好啊。这里很绿吗？很绿啊。这里就是绿线一路连回去啊。然后你走前面吧。那我很慢呢。你要告诉我走哪边，我不太认得路的。我还刹车嘞，喂喂。我滑还可以吗？大部分都直的。你要拍我啊。好，等他下来好了。对啊，因为这里一点都不让人紧张，随心所欲的练习。走啊，坐缆车。不是坐这个。不是坐这个。还是坐啊？坐是山顶的呢。那怎么办？我要坐哪个？我们要一路往右边那条路，你看那两那绿色红色的连消失的地方。哼。一路往下哈。那个方向。你要哪一条嘛？啊？左边那条，直走那条。右边那边也可以，右边是有小跳跳的。
他好像有帮我们变慢，电影应该是帮哦，膝盖有点那个，怎么办？嗯、这次膝盖，因为他在帮我治我的那个头痛啊，但没有特别弄我的膝盖，那我膝盖就有点不舒服。不是你压太多力的。然后因为上一次白马真的可以比较不费力，为什么？上次是有机的松弦，哦，但是很速度会帮你放慢，会让你安心。这次加上音效，所以你又会又再多花力气去控制，脚就很酸，对，膝盖有点痛，主要就是用力比较多。还有挂，目前是运动用的时候有点痛，现在挂着还可以忍受。这样子花起来比较累，对啊。结果反而觉得白马比较好，有没有？这次冷不够冷。没有，跟冷不冷没关系，是要下雪。但是基本上因为这里偏到北海道中间，所以本来雪就比较没那么厚。嗯。怎么那么多人走这边啊？啊？这是同班舞的初学区啊，不是那个 Club Med 的初学区。教练去啊，那个就是不用钱的教学。嗯。好。啊，刚忘了喝水，你就说要坐上去。好。不过没关系啊。那等一下滑下来一定要休息。好。然后休息。其实已经快12点了，要不要去吃饭？对啊，休息。那你要不要看那个情报？看什么情报？吃饭的情报。我们一定赶不及啊！如果你十二点的话，就是人多了。嗯，对啊，那就算了。你应该是问你姐他们的状况，说他们要继续练还是要怎样？那他如果又回都可以，他们坐缆车了。哦。那他们还要一阵吧、欸？他们坐椅子搭两次了、哦。椅子两次啊、哦。嗯。那就不用担心啊。那现在几点？11:44。嗯，依照我们的脚程来不及。要回去哦。对，因为这边滑下来之后，要再坐那个 romantic chair， 然后再回去 tower。嗯。对啊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直接滑回去的路，我要看一下。嗯。我是依照上课的路线，嗯、我知道照上课的路线滑，还要再坐一次缆车。啊？生态在外面。他看到生态了。哦，哪里有生态？薛里说的，薛里说的。哦，在同胞母外，在同胞母外面了、啊。哎呀，那是走得到的地方吗？就是电珠太贵。可以请他来接，他说生态。哦，无料送你啊！好啊，那我们就……哎、欸，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打电话。那我不用查了，要不要现在中午去吃？生态哎、欸，你觉得要晚上吃才好吗？对啊。你觉得生态要晚上吃才好？对啊。是哦。会不会中午比较便宜？中午就给他烤啊。啊？我不知道、欸。哎呀、啊，那就跟他订明天嘛，或什么的。那好，那我来查路线。嗯。直接滑回去哦。假设是我们走过的路线，那我就带你走。那要是没走过的路线，那我还是乖乖的慢慢回去吧。我估计回去至少要12:10。今天雪到不粉，有粉啊，只是不厚啊，对啊。比如说比较硬，嗯，哎、欸，其实滑得回去。钱查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滑得回去。你有赶着要回去吗？没有啊。因为临时你要说，因为你现在查也不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等我滑到了又是另外一个状况。对啊，但是最起码他们都在滑那个，那就不错。昨晚就是阿福里，你在跟 Sherry 聊天啊？对啊。
他怎么有在开在外面的情报？是其他教练跟他讲吗？好了，要到了，你先准备收了，再两个柱子。好，你要直接下的这个练习。说你怎么这么熟？好，直接下，在哪里？直接下。我们这一条就是直接下。我们之前就滑过是吗？滑过。哦，那就可以啊。好了，我们先走缓一点的，就是上半部是绿的，接着会滑到那个我拍照很斜的地方。这里还好啦，这里看起来。你还记得哈？不记得啊。不记得。看起来还好。你说看起来够宽，我就没那么紧张。好、啊，那是紧张度，是去爬联络道又稍微陡，我一直刹车，真的很。这如果走这种我不太会刹车就还好。走横的话，那个那里的宽度是这里的两倍，然后这里都够 OK 了。欸看一下，你都看一下。好，那先走直线吗？不要了。哎呦！我平常是走那边。哪边？对，直下吧。对，直下你说还好，是不是还好？是还好，哦，是还好，就是啊。但是人比较多。是吗？还是那边？都可以、啊。那边要滑多远才会下？这边滑一阵就会接到一个地方。哦，好吧，第一次还是熟悉一下好了。对啊，完全跟着教练对。就是走那个阿斯天，因为滑这个很累，我就会觉得啊，近一点下去就好。下来很难的，我也都跟不到你，太大圈了啦。哎，然后你在我前面，走吧。Thank you.
很差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脚的长短，我脚没有很酸，但是我这觉得脚的长短有点多，让我吓一跳。你会有点偷往上，然后你的，但是你有点想到这件事，你要扭回去。你为了扭回去的话，手会抬很高。不过不管这件事，你会想扭回去，表示你还记得是不是好？我没有记得。但是你已经。身体记得，头脑没记得没关系。对对对，哦，好长哦，腿要伸好长。那你身体再靠过去一点，就不会、不会就好了。啊、哦。那你靠山下一点点就好。啊、哦。所以现在要怎么滑、啊？就随你滑就好。不是要去哪里？
刚一弯腰，然后就觉得行动电源抵到我的肚子，突然间觉得很危险。嗯。怎样抵到你的肚子？就是抵到这啊。嗯，你都撞到是不是？对啊，据说有人只是撞了个什么东西在前面，在撞上面。嗯。我决定得，我要把位置移到裤子口袋去。嗯。我都是在很低，我在这下面。还是啊，我们可以延长线。上厕所跟喝水吗？那吃的，那有要几点才要吃午饭？完全没有预定。我是说，那要吃个刀鱼烧吗？怀旧一下。都可以啊。很好吃，我想吃。就吃刀鱼烧吗？对呀，吃刀鱼烧跟喝水。好，那吃一个就好。哎，我的肚子要开了，好危险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次滑，怎么觉得一点坡度都没有？啊？可没有那么严重吧。刚那个教学坡，我印象中是我要费力去滑的，现在都觉得。你看四日间四四，对啊，五日券是19000，所以我感觉。哦，五日券19000。3000吧，便宜啊！哎，从5400变成3800，然后订房约。解开了。嗯。哎、欸，吃天那个不是在楼上吗？对，楼上排队。那厕所呢？这里。厕所是这里。哦，先去啊。好。你先关起来，我帮你关起来。哦，对对。